林道远外送遇到这状况，让众人好羡慕。个人还蛮喜欢跑林森北路，林森北路从来不会让你失望。对，都是那些姐姐们。有一次去送的时候，打开门的时候，他只有包围巾。少女，然后门打开，然后她可能东西就交给她。半开当中，她旁边有一个镜子，她整个全裸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